在新加坡庆祝独立46周年的时候，我向我的新加坡同胞致以最美好的祝愿。近几年，新加坡人都面对许多挑战，生活根本上升，工作竞争激烈，公共交通、学校和医院过度拥挤，同胞们的困难和担忧我感同身受。在最近的大选中，不少新加坡人向政府表达了心声，政府也因此检讨了一些政策，让我们给予政府时间共同合作来改变政策和改进人民的生活现状。新加坡人即将在6年一度的新加坡总统选举中选出新总统，到时候您有机会选出一位能够独立执行任务、不受政府左右的总统，他能代表人民发挥正面影响力，积极推动政府与民众寻找最恰当的解决方案。您的投票是绝对秘密的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将来，这张投票非常重要，您必须诚信地考虑您的选择。尽管目前困难重重，新加坡人过去几十年取得进展和成就，却充分展现了人民的诚实保守、勤劳刻苦的美德，以及愿意积极参与建设美好社会和国家的精神。让我们再一次使用这股力量来打造一个令我们更感自豪的明天。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！